吃中饭的地方呆着，明清同桌一点，但又不是红军车。哟，菜啊已经包上来一个菜，土豆丝、蟹粉、卷心菜、豆腐、鸡块、毛肉、豆腐汤、梅干菜三牛。哎呀，里面还是冷的，看着咕嘟咕嘟的。这牛没来个死。这汤也不热。牛又有点牛干。一分开了牙齿，这还是透支。一只卷心菜吃得最，发现里向还有肉嘞，原来属于蟹粉。吃海中饭，下面再爬山，饭母雨茶林。现在开始，利用七十阵地，杭州西湖、大渔民故居，侪是前最吃。现在主题吃开始者，两旁边山茶花的树，据说这个饭母茶园侪是懒人家，当地也是没只有老板自家写的。老板娘不一定清爽，上半日白相子一道吃，下半日回到再来说，去看看又是哪里出来的。四台机器，哎，怎么没有人生产的呢？这个东西没有拿过来，炸不了。我们先参观一下。这一带这一种是看见两个工人来割鱼。我前面奇怪的，个地方做出来个鱼，工人搿哪点门店冇？我先说才是没哪点鱼的，那手指嘛塞脱掉，已经塞够这样，就靠自己这个机器榨油啊？对，但是我们不是说每天都榨油，我们现在都是根据订单去生产。全国有多少门店？一两百家吧，直营的。这一套是不是可以供应全国的？3000吨年产量，这些设备如果全打开了，一年的销售额都是好几个亿。别个你话告诉讲，我中国不行，这趟几台机器100多个门店在了那上呢？对是，再讲还有这个点数字嘞，应该类似些。哎，我们现场当中，你看你看做鱼的地方嘛，中起码别讲100多个你们中国几十个工人，那么类似些嘛推出鱼嘛，晃啷晃啷出来，其实我这样说真的一步一步停了还。我印象当中做厂门应该是那样子的，上海的那张是只有老板自家写的。你们这趟来旅游不想想，董事长永文红，看见一个地方，我想到前年参观的安徽富集山水厂，鱼得一拼。参观就说，现在在后宁湾会场来着，我们在这个是飞机上一海的毛鱼。现场所有老城墙、苏州的家人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拍得了水没法踢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送礼物的，金丝网圈一人4袋，米糊金囊，一出去送。现在去广州的菜菜市，蜂蜜，养生的嘞，100块。祁门红茶125克，260包。台上去做真金实体的。那个地方来不感兴趣的人，继续杀你。还得没还，不买么子也不骂人。发现有种旅游头，发毛么子马上本来可面生，还个一点蛋蛮硬气的。是个，今次还是在祁门的第三天，大清来在6:52，在个房间里已经来出事了，整个一上来才听得清清爽爽。幸亏得到了屋里，但我不是邻居哈。真叫好娘，6:52。